Okay.哎，我好，吃饭了没？还没有。一起吃中饭吧。啊？这边想找你讨论一下，那个福特的案子，我有些想法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哦，好啊好啊，那去哪吃啊？附近公园了。公园？还记得这里吗？当然记得啊，我们以前来过好几次的，不是吗？出了社会之后呢，就特别怀念学校的生活。哎，人都这样哦，在学校的时候呢想出社会，出了社会之后呢又特别怀念学校的生活。你都怀念什么？很多啊，像社团啦、学会啦，还有……有没有想过我？哎，我们是同班同学，我怎么可能没有？我说的不是同学那个部分。干嘛问这个啊？尴尬。好奇而已嘛。是哦，那你呢？你有想到我吗？常常。看来你比我绝情哦。我绝情是你吧？哎，对了，你刚不是说要谈什么福特汽车的广告的案子吗？哦，对对对，不过在那之前，我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要先处理一下。什么事啊？我要带你回到学生时代。哎，婉婷呢？哦，刚刚李经理找他出去的。李国豪？去哪里啊？我老板好像留了张字条在你桌上。附近的公园。墓地的场景好像就是在公园呢，糟糕了！哎呀，你说到底在搞什么鬼啦？骑摩托车啊！我本来就会骑啊，来，上车吧。你不是说你想骑摩托车去环岛，像那个《罗马假期》电影里面男女主角一样吗？其实我想，应该是晚了10年的道歉吧，可以原谅我吗？如果10年前我答应骑车带你去环岛，那现在的我们到底会是怎样呢？人生真的好奇妙啊，同样的人，同样的事情，但是配上不同的时间，感觉真的完全都不一样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谢谢你，国豪。跟着我走你就知道了吧，马上就到了。跟梦里的场景有点像，不过好像不太一样。是这里啊。
这里怎么会有铲子？难道瑞克担心的事情真的会发生？是要杀婉婷啊，只是打蜘蛛，看来不是错怪他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不过他到底在挖什么啊？哎，找到了，这个是这不是我已经写给你的信吗？当然我全部都留着，里面还有几封是我之前写给你后来没有寄的信。原来你说带我回去学生时代是不是带我来看这些信啊？其实我一直留着，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回来这里看看这些信，回到以前那种感觉。但是谁知道你现在都已经结婚了。38，就算我已经结婚了，我也可以陪你看这些信啊。我现在是应该马上冲出去，还是暂时静观其变？如果我贸然冲出去的话，这婉婷一定相当火大了。唉，婉婷，虽然我相信你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，可是看你跟旧情人在一起谈往事，感觉其实不是很好呀。肉麻，那是因为你当时很爱我啊。是吗？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吧？我觉得应该是你比较爱我。不信你看这封。这根本就不是我写的，好不好？这内容很恶心哎，一定是你自己写的。看样子李国豪应该是不会伤害婉婷才对，不过他却很可能伤害我跟婉婷的婚姻。哎，你知不知道啊，其实在我心里面我一直都觉得你是我这一生中最爱的女人。那你当初干嘛跟我分手啊？因为我一直有个想法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人不可能跟自己最爱的那个人在一起，最后一定会分手的，所以我就选择还是逃避好了吧。你这个呢，根本就是歪理，完全不合逻辑。不是啊，这是我的想法啊。那很多人的想法呢，并不代表是所有人啊。这世界上人有很多种啊，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碰到一个跟你想法一样的人。你有吗？我当然有啊。那我问你，你觉得你这一生中最爱谁？你最爱史莱克、孙振良，还是我？王文婷，你千万要想清楚再回答，不要说出没有礼义廉耻的答案哦。我最爱的人是瑞克。要提醒你哦，小心婚姻触礁哦。哎，你欠扁了，你乱讲。不是，那我总得，既然我不能跟你在一起，我总得要想办法证明
我的想法是对的吧？神经！哎，好了，我们回去了啦。啊，走了吗？哎，婉婷。嗯。谢谢你啊。谢什么？谢你以后看这些信啊。哎，你很三八哎，我们是好朋友啊。嗯。你手机吗？没有啊。那没事，走吧。哎，嗯。我先把这些买回去。好好好。哎，婉婷。